中，是否还苦恼？那次受伤，否决了爱的好。谢谢你的关照，我一切都好。一个人不算困扰，爱虽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遇到对的人出现在眼角，那次流过的泪让我学习到如何祝福，如何转身不要世界上一定会遇到对的人出现，能愿意为了一份爱付出去多少，然后得到多少并不计较。当我想清楚的时候，我就算已经准备放手去爱，海阔天高。哦哦哦哦哦，爱要耐心等待，仔细寻找，感觉很重要。宁可空白了手，等候一次真心的拥抱。我相信这世界上真心的拥抱，我相信在这个